行军床、板凳通通准备好，蓝委集结一场前做好挑灯夜战准备。因为周五国会改革无法，将力拼三读闯关。蓝委提早三天祭出假动，要抢早上七点第一个送案。在这里排队，希望能够一个一案一案的来讨论。我们一定会有人那个醒着，不像以前那个庄家兵没有醒着，被我偷袭了。陈玉珍经验谈，就怕被绿营偷袭，强调国民党奉陪到底，三天两夜不分昼夜都有人镇守一场。而三宝爸罗廷伟不巧被排到轮值大夜班，我想他们应该也会体谅我，今天晚上可能就要在这个立法院过夜，那我想我也会跟他们特别说明，爸爸要请假一天。眼看蓝委提早一步撤手，原本周四才要排队的民众党团紧急加入，而民进党则质疑国会改革法案都还在朝野协商，怎么蓝白就想强渡关山？不排除周五祭出人海战术，多人登记发言反制。国民党很急，他不让立法院院内的委员会来讨论抢法案的提案权。国民党要强行表决国会扩权的法案，要强行表决前坑的法案。为什么民进党坚持要朝野协商、充分讨论？因为在讨论的过程就是论述的过程。民主进步党针对国会改革的这些法案，然后他们如果有对案的话，他们就提对案嘛。决战国会改革法案，蓝白撤手一场前，民进党团严阵以待，见招拆招。三立新闻黄晨、孟正军小组台报道。